放松牙齿，调好的正直叫上去。鸭子来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山村之说，这两天雨下的天都有点凉了，这两天红房鸭演了大半年了，今天咱们做个热热乎乎的姜母鸭给老婆御御寒。倒上开水，含鸭毛，处理完还有些残毛给它烧干净，鸭子从腹部抛开，看看这肉质都红得发紫了。锅烧热，倒点羊，盐炒热，把准备好的香料倒进去，把料炒香，炒好的盐倒上去，给它做做死怕，让鸭子吸收吸收香料的味道。现在调个料汁，碗里多来点麦芽糖，再来点老抽、生抽、冬菇煎油，把麦芽糖搅化了。鸭母鸭的重点是生姜，我们给它多来点生姜。时间盐够了，去把盐清洗掉。锅中倒油，把生姜倒进去，把生姜煸炒一下，炒至金黄，微微怕烧，放入鸭子，盖上盖子，煮五分钟。哦呦，煎的味道好浓啊！调好的酱汁浇上去，真香啊！加上足量的黄酒，让它焖着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焖它一小时。哦，好香啊！大火收汁。朋友们，煮熟的差不多了，出锅。颜色诱人啊，淋点汤汁，撒点绿葱花，点缀一下。好嘞，来了，伙子，吃我的姜母鸭。哎呀，怎么一下子搞了两只？一只不够吃，搞了两只。这味道不错。真的好。味道好，哎啊，我再吃个鸭腿，热带点姜辣味，这腿子吃的爽。今天的姜母鸭吃爽了，来，再给你干一杯。干一杯。哇。